我明天退休我都觉得 OK 了，真的生涯停业了。有标题可以下哈。等一下，你这个问题，我再问一次。感情他其实蛮厉害的。所以他亲得下去。不是。瘦子被问亲得下去，惹怒 Ella， 飙戏刘德华脱口，明天退休都 OK。你的工作就是开车而已。对啊，你们那时候比较屌啦，我就是在开车的。就一个，下一个。瘦子首次独挑大梁主演的电影《宿命道》将在4月27号上映。除了跟小春、大渊在片中跨界合体，这也是影帝刘德华暌违8年再度接演国片哦。他应该没有想到说后来卡斯阵容这么强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时候光看到他到现场的时候，就整个已经傻住了。我觉得已经是生涯顶点了。我明天退休我都觉得 OK 了，真的。生涯顶点啊，有标题可以下哈。宿命道除了有速度，当然还有激情。瘦子的大荧幕恋爱初体验就献给 Ella 喽。不要嫉妒我。等一下，你这个问题，我再问一次。好，会不会害羞嘛？要不要深呼吸？深呼吸，可以给我一杯酒吗？我想喝。气死！感情他其实蛮厉害的。所以他亲得下去。不是。会不好意思，就是一直 NG 嘛，就想说一次把他搞定。我是不建议他一直 NG 了，我 OK。我说你都没有广邀哦，我就是。亲密是多亲密，就是这样子。各自的另一半有当现场经常他看得出来他的紧张跟尴尬跟压力，所以他觉得他不能到现场会让他更有压力，尤其是我们之间的戏都是几乎是感情戏，因为他跟你们互动觉得他应该 OK 啊，就不来。这是什么问题？你们这些记者问问题都带着一种奇怪的攻击性，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哇好羡慕哦，是姐妹吗？是 Selina 跟 Hebe 有提到的，就是我爬山的那群朋友。如果Selina快要生的时候，愿意可以让她做摄影的，就可以生了。我可以自己开她开车下去。我开车其实是蛮慢的，我的专长是停车。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瘦子是怎么答应这部演这部戏的吗？就是他喝醉了才不小心答应。对，所以你喝醉很好谈事情。对不对？很好巧。简单来讲，原则上是。那你不是说你隔天醒来看手机，然后答应了对方你有？开玩笑，不是有，我们都坐在这里。希望你宿命到二。靠你们观众了，拜托。靠你们观众了，对啊。二的经费就交给这样吧，拜托交给你们。会不会破亿的时候，就是比如瘦子开游览车在家？开游览车？